们的高官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国宝的。好，这个国宝是活生生的，是会动的，就是团团圆圆哈。2008年呢，他们是到了台湾来，当时台湾这个大陆是用赠送的名义送到台湾，那当然他的后代也是如此哈。根据华盛顿公约的这个规定，是这个不能买卖啊，所以当时是用赠送的方式到台湾。好了。过去这么多年，那团团呢？他身体现在也不太好了。那传出是有病危的消息。台北市政府呢是已经向陆委会递件哈，申请大陆的专业人员来台湾提供一些相关的意见。但是呢，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他说呢，当初的约定好像是说大猫熊是陆方所有的，只是在台湾展览。他说如果有必要，阿姨也可以拿回去啊。哦，所以大家想说，哎。那他在台湾那么久了哈，送到台湾来养了这么久的时间，结果现在陆委这个农委会呢就认为说，反正就生病啦，那你如果不然你就拿回去嘛，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民进党高官对于国宝是这样的态度。这个大猫熊哦，这个团团圆圆哦，那当初来的时候我还是。跑新闻，你知道我们还要到这个动物园去。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做一个小时的节目。对对对，那时候这是台湾这个最热门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要到动物园去守候，然后所有人就是为了看这个熊猫在台湾对，落地那一刻，然后呢进到那个星光这个人寿那个猫熊馆哦。所以这个，可是你知道那是2008嘛，我记得，然后还是2009，我也忘了，反正呢，可是你要知道他们现在都18岁啊。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正在推18岁公民权，对，这两只大熊猫在台湾落地生根这么久了，这么久了，对，而且还有这个宝宝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基本上熊猫的寿命大概是二十岁多啦，嗯，大概20多岁就是一个老熊猫，他们基本上也就是一个步入老年的一个时期哦，对。那发生这个病痛哦，我觉得，我其实是让人有点遗憾，嗯，因为这个看起来是。很难治疗的感觉，对。然后呢，而且看得出来是蛮痛苦的，嗯，因为它会这个有一些癫痫的一些反应啊等等的。嗯、那台北市立动物园基于这个动物，你不要讲人道、嗯，就是说这个动物这个它的这个权益问题哦，嗯、除了这个多次的检查之外，对，现在申请对岸的这个专家来做，因为毕竟全世界最懂熊猫这个动物的还是中国大陆嘛，没错。那他们毕竟当初团团圆圆都是在他们这个细心培育下，长大，然后呢开始送到台湾来。那这次如果有大陆的专家可以来协同，对，我觉得是好事啦。没错。那农委会当然不想管啊，嗯，从头到尾，我说穿了，从头到尾，除了当年有这个入境的检疫以外，嗯，这整个熊猫关农委会什么事？嗯，台北市立动物园在管在这个跟这个熊猫这个互动过程中，农委会有提供任何资源吗？没有，请问农委会，我们全台湾也不过就这三只，嗯，对不对？就团团圆圆跟他的小孩，对，全台湾也不过就是三只，嗯。那有时候我有时候我觉得，也是蛮巧合的，刚好在两岸最兵凶战危的时候，团团就发生了，病危了，对，就病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知道，你不得不说这个动物，也许它是有点灵性的，它看到这个两岸的状况不好，因为当年它来到台湾，象征的是什么？两岸和平嘛。团团一定要加油哦！是啊，你看一定要加油。当年我们还是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拿回去就算了，这个就像今天那个有一些这个医师说什么，我们故宫的国宝我们管不好，还给中国好了。管不好真的是还回中国可以拿回去吗？当然有网友也在问啊，说啊，那你故宫所有的东西大陆也可以拿回去吗？我们在线上应该有一些对岸的好朋友哈。是不是也会有人说，那你管不好，你碗摔破了，你不如全部送回来给我了？我们真的大家都他们可能有更多的金钱可以来好好的保存他们。好，那还有人说，你看农委会这些官，我们也很想退货啊。好，连动物的生死都要这样政治化了，那么大陆可以拿回去，怎么会我们有这样的高官有这样的心态呢？居然会。讲出这样的一个话出来，你知道最早把这个故宫的国宝说什么啊？通通还给中国是谁？台联，台联在立法院开了一场记者会，那时候我还在现场，那所有人都觉得傻眼，傻眼了，那个价值连城啊！不是，我们先不管中华文化全部都在这里啊！我们先不管价值哦，我们就讲罗浮宫哦。这个是巴黎的罗浮宫嘛，对不对？对，巴黎应该没有讲错，应该没有跟这个 Thank you 犯了一样错，说巴黎有什么不靠海或者什么的，应该没有吧？这个。罗浮宫里面的文物，有多少件是法国自己的？
它是全世界的。对啊，所以那你要不要叫罗浮宫把他们文物还给他们这个所有的文物的所有国家？不行，那就只剩下它的玻璃啦。这逻辑不通嘛？你先不管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历史战乱的因素，它来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在这个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变成一个展览品，或者说它的收藏品。对。但是这是一个，你不要忘记，故宫是国家层级的组织。对。它是我们的政府机关。嗯。我们用国家的力量保护这些文物，就像今天假设是农委会，它在保护我们的农民，它在保护我们的农作物，保护我们的动物。好。那这个内政部保护我们的人民，保护我们的这个房子啊、房地产啊这些过，它都有它的职责，这是国家赋予它的责任。故宫它的这些文物，它就已经是国家的，它不是谁的，它现在就是隶属于中华民国的。那只是这些国宝，它大部分是所谓的这个远，我们不要用国家的名义，我们就想哪些朝代有清朝、明朝，这个是宋元、明清等等等都有。乃至于这个上古时期，这个都有可能有，这个战国时代的这个都有啊，所以这不是说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些就是人类的所谓的文明的遗产，人类文明的遗产，你今天我老实说，我都觉得这个故宫的文物应该是要去申请一下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哦，然后呢，让这样的，当你今天被这样的一个认证之后，这故宫很有可能是一个护国神山啊。对啊，大家都想说，你如果两岸要打仗的话，这一块绝对是不能动它的。不是，对岸也如果今天对岸来破坏这些国宝，全世界可能都会对他自己也做不下去吧。对，所以我说这些东西，你一旦你是那个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台湾的啊，还给中国算了。到时候中国大陆拿了这些，他们更开心。然后呢，他们毫无顾忌，我就来。今天真的要武力侵犯台湾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所以我觉得这些逻辑都很荒谬。这些文物我们既然已经在这边存在，70年了，70年了，就让他们轮流分批。你知道以前就讲说，如果故宫文物那个分批展览，可能要展到这个两三百年以后。我们可能这辈子，你们要好几辈子才能够看完这个故宫所有的文物，所以这些那么珍贵的，我们先不管它有没有价值，因为也许碗有很多个，也许盘子有很多个，也许这些饰品什么的它有很多，可是呢，它不见得有这个展览的价值或什么，但是它放着，它存放本身，因为它可以存十年。你看，如果今天我们假设一个民国，就是假设跟故宫那些文物一起来台湾的一个画作，民国40几年。到现在一个画作到现在也80年了，对，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收藏品，对，更何况是几百年，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艺术品也好，这些工艺品，这一些文物，我们要给它的肯定的价值，这远超过它本身，就是它在中华民国它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价值了，所以我们不应该用那种很庸俗的什么价值啊什么什么的，但重点是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有把它们当国宝看，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就可以做喷雾清消，非常的安全，不会伤身体。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哪里购买呢？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